今天来了好多巴基斯坦警察，因为我在路上出了交通事故，肇事者竟然跑了，小黑帮我报了警。事情是这样子的，大家看我车都没有挪动，就是被撞后的样子，穿绿衣服的就是撞我车的人。我直行准备在这个缺口掉头，我也打了方向灯，然后这个绿衣服的这个摩托车撞到了我的车头的位置，大家说是谁的责任。过了几分钟，肇事者竟然跑了，小黑帮我打了报警电话，后来来了好多巴铁问我需要什么帮助，最后帮我把车开到了加油站旁边。是好多人过来帮助我们啊、哦！你看，就是下面，你看，就下面就被撞了。警察来了啊、哦！警察局来了。OK。Hello， 阿斯拉马里贡，阿斯拉马里贡，阿斯拉马里贡。Oh yes， 阿斯拉马里贡 ，this。警察来了之后，小黑把我拍的视频给警察看，然后把这件事情全部叙述了一遍。后来警察拿了小本子，把事情的经过全部记录了下来，然后让我把视频发给他。小白和旁边的目击者也做了笔录，并跟我说不要担心，会帮我找到对方的。我特别的感动，大家就事论事，谈谈对这件事的看法。